注意看，这个兔子太狠了。这个兔子叫大。等等，你说谁是兔子？我是兔鼠，我是老鼠。啊，没有，我以为你是兔。啊，你不觉得这样子很挤吗？舒服多了。你呀，然后拍这种解说影片也是可以，但是技术现在都可以上传十分钟的影片了。你可以不要把一个电影解说的影片再分成好几个部分，分成四个 part， 然后你分成四个 part 就算了，你不要四个 part， 然后四肢三不见这样子，可以吗？抱歉，我不是啊，你到底为什么影片要这样子做？这样子做要干嘛？这样子有流量啊？屁啦，这样子流量算哦。好高，诶，那不然我们也来试试看吧。我们可以把20秒的动画分成五段啊。好啦，不要像那种看白痴表情看着我在开玩笑。不然我们找一些现在很火红的梗来做啊，你知道蹭一下嘛，跟风一下，看哪一个有热度就做哪一个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可以做那个。所以我现在知道要干嘛，用这个棍子戳你吗？对，然后我会左右闪躲这样子。知道了吗？好 DJ Music。